只能用自己哦。呀、yeah. 呀、yeah. 分俺の番だな。我们现在要那个了，虽然不能直接做，也不能换道具，那就算了，不得我换就算了。我继续放魔法。アークス駆動。行くよ。哇，黎恩真的变跑好快哦。我是不是要冲过去？我有需要冲过去吗？冲过去哦！可多したよ！游戏师 ，Let's go！ 游戏师 ，Let's go！ 走！呀！有吗？有吗？够了吗？不够，还不够。任せるがいい。还不够，我在存这个了。去！不想看，去！他要烧了，烧屁屁了，没中。行くぞ。不行哎、欸，再过去帮他，还不行，冲过去。崩したぞ。还不行，还一只哦，一只睡着了。Miss 睡着了，俺の番だな。所以我们要，哎、欸，他才睡一回合而已，我们要专注的继续打，继续魔法啦，战役再起。这个，再补上。有，到了，没有97。行くよ，挥一拳。好了，快，还可以再打。十一强击，可恶！行くぞ。可恶！哪有算这么准的啦？你们作弊哦！作弊也不是这样啊！作弊也不是这样啊！我が更新の一撃。来了，还好，对啊，被中断了，死一只啊！米奇都起来打，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用到这个了。米奇，你都有站起来，给我打他！阿里亚多，いいだろう。给我打他，真是可恶！居然被中断了，嘎奖中哦，いいだろう，超爽的，就是要这样补一下血哦。既然要补血换人好了，替换。あとは任せた。あとはお任せを。来得及补吗？大恢复术。来不及，感觉会死。那用道具哦。来不及补，大恢复药。呀！嘿嘿，8000补完。俺の番だな。我虽然有惊叹号，可是我打不出爆裂一击。チャンスだ。スキアリ。哎呦，够了。哦，连续攻打两次，打赢了。この手で道を切り開く。1.5倍，大家升级，走，一路成功。掴んだ。うん、悪くない。まあ、こんなもん。やったか。やったか。大家都升级了，这是算是这个今天的 BOSS， 今天的 BOSS。这下算完成了，第一次对上通气魔兽，看来你做的不错哦，果然很厉害啊。不过在这魔兽之前费了好一番功夫，不得不说这雾还挺麻烦的呢。如果雾没这么浓，应该可以探索其他路线。但今天还是乖乖回去报告吧。回镇上吧。
走了，打完了，他叫我回阵上，那我就回阵上。米奇，我们走，我们就直接回阵上，能不能传送啊？不行，对不起，我超级想传送回阵上。有人挡在路旁哎、欸，多利亚，又回太慢了，他们跳过来的速度比较快。撃破する。マイル。タ。行くよ。それ。其实刚刚那个沙二，如果有存满气的话，打应该会更快、更轻松。哇、哦！吸收 CP， 竟然偷我的 CP， 猛反击。哦，又没中。マイル。他偷吃我 CP 的时候就会猛反击耶，真的蛮有趣的。哇，这一拳刚猛。俺の番だな。他的攻击刚才是被李恩挡掉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攻击。私の番だ。マイル。タ。今だ。今だ。八王の力。見せてもらったぞ。我打完前就把路灯都装完了。まだまだ未熟だけどね。多认真呢、啊。真真 1.2 倍，这次没有打得很好。哎呦，米奇升级耶，46级耶，蛮多的。好了，走了。如果那个王不会昏厥的话，其实还蛮容易的。不过他每个王本来就有他的属性在。有一定难度在，不会像小怪一样乖乖待在那里给我打。走回去吧。米奇应该一开始就比较多级吧，46和46，我觉得劳拉升的比较快、欸。劳拉不晓得今天跟我们打的时候有没有多少级，好远。我觉得劳拉升的比较快，我一直看到劳拉在那边，嘿嘿嘿。米奇好像还好，今天大家都有升级，已经40几级了，好像跟我当初序章的时候等级好像差不多哦，不晓得有没有高一点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其实路灯有没有装完不是重点，因为蛮无聊的。在我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就偷偷把它换完了。你们没注意哦，没注意哦。我换完路灯了啦，给你。哇、哦，大小姐们辛苦了，这下又能放心的使用街道了。我连通气魔兽都顺便帮你解决了啦，不用道谢。呵呵，不过可以帮到大家，觉得心情开心。你这个黑妇女，太好了，盖乌斯，你这次有来哦，我都忘记你有来了呢。对了，得交换这个才行，备用的钥匙，14个坏掉的导力灯，的确收到了。那么请务必收下这个水晶洪流。不好意思了，谢谢。不过我有个疑问呢，之前也发生过导力灯一次全部坏掉的情况吗？不，这么说来。还真巧，上一次更坏的情况，损坏的情况也比较分散一点。这一次检查导力灯的人是托瓦尔修斯吗？搞不好是那个小哥动了什么手脚，因为为了让我们体验游击式的工作之类的，这实在唯独他不可能做出无意的事吧？点点点，考虑到托瓦尔悠然的态度，觉得也不是不可能，谁会故意把电灯全部搞坏，就为了让我们来换，这太闲了吧！我可以，它不坏，就叫你预防性换掉就好啦，就叫你管它有没有坏，你就把它换掉，对不对？干嘛？干嘛搞成这样？但应该不会吧？更换完了，做完了，统一魔兽的任务我是不是也做了？看一下，委托统一更换这个还没有哎、欸，
向托瓦先生报告吧。好啊，托瓦尔，走。噔噔噔，我们到这里。托瓦尔，哎，不是，我好像走错间了。对不起，我走错间了。这个是酒馆。哎，这个才是游击室。对不起，雾太大了。把错推给雾有没有？雾太大了。我们通缉完魔兽了啦，顺便举手之劳。看来顺利的击退魔兽喽。不过在雾中战斗比想象中的棘手啊，毕竟要比平常更留意周遭啊。不过这也是一次不错的训练。原来如此，听你们这么说令我很开心。趁还没有忘记之前，把报酬给你们才行，收下吧。600块，就是6000哎、欸！我天，我6000米拉哎、欸！这是我们能收下的东西吗？嗯，这原本是游击士协会提供的报酬啊，反正又不是直接给你们米拉，别在意这么多了。呵呵，谢谢啦，谢谢你们。哪里哪里，帮我大忙，那个跟米拉有什么差别啊？那我们继续加油吧。解决了，我们解决了。那我们去跟门生对打、啊，去练剑，去跟门生对打，有没有？要挥剑呢？有钱就要挥霍，哪有这么多挥霍时间呢、啊？没有存档，存完档然后去那个，去那个练武场。去练武场。我现在急着做事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一直叫我花钱。什么有钱就是要挥霍？没错，那是我讲的，有钱就是要挥霍。可是现在我们没空，没时间挥霍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一个，另外一个。不是老头要挥霍了，是老子，好不好？老子要挥霍了。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老子的料理，老子的料理。门生超会补血，要小心哦。我的气还没存满呢，我血也没有满。他们这样对我对吗？我们到门生里哦，看一下门生。哎呦，在这里耶，难怪他说很期待。那我们就来一下。大小姐，七班的各位等你们很久了耶！看来各位的实习非常顺利，进行的非常顺利啊！托你的福，你什么都没有做，托他什么福了？就换换路灯，打打魔兽而已嘛。听说了，听说爷爷发出了委托，嗯，我也前月底加上了一则委托，希望各位能与雅尔塞德流的门生比试一番。委托状上也写与鼎鼎大名的雅尔塞德流交手吗？看来能成为一次相当不错的训练。你们怎么那么喜欢训练呢？你们要训练到什么境界你们才满意？全身长满肌肉有没有？是吗？还是要训练到那个脖子比大腿还粗？不知道，看你们怎么训练。搞不好脖子本来就比大腿粗，有没有？哦，训练到看不到脖子有没有？那个脖子的那个肌肉跟那个手臂连在一起，这样看起来看不到脖子，应该这样没问题吧？看起来各个之中聚集了许多坚强、实际坚强的人，传说中的八叶一刀流，再加上传统宫廷剑术和骑马枪术，那边的两位小姐也分别使用很不可思议的武器，竟然了解的这么基础。您应该没看过我们的战斗的样子吧？看来我们战斗的某种程度已经被看穿了，好像连小姨的气息都被察觉的样子。虽然在戏上听过他们几次，但不过既然是爷，这种程度应该是很轻松的吧？不愧是雅尔塞德流代理师父啊！呵呵，不敢当，有没有？当家小小的管家就可以把你们通通干掉了。他也不是小小什么什么小小管家。顺带一提，这个练习场进行修行的都是初钻的等级的门生，作为比试对象实力应该不差。初钻啊，
应该可以成为相当不错的持续对象。好，那我们接受委托，感激不尽，那就立刻开始吧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按错了，不可以，可以让我们准备一下吗？好的，万全准备后再来一趟吧。我按太快了，你的选项怎么颠倒过来了？你的选项什么时候颠倒过来的？四对四的比试，好了，开始比试。以前都在上面的啊，很好。那么，请各位上 B 舞台吧。四对四是不是？与门生比试。看起来就一副嫩嫩的。等一下，那两个怎么在场下？听好，对手是劳拉大小姐，就读同一班的同学。哎，小银不上来哦。这两个男的我都没有帮他买武器耶，千万不能大意啊！我知道了，不会输的，我也不会输的。哎，结果我被排挤了。你把你那人偶了，太犯规了吧？我也因为师出同门，战不参战，你就忍忍吧。嗯，你们谁不参战也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啊！下一次可不可以讲说，我不能参战，我就把武器钱省下来。亚尔塞德流门生，好像是初钻等级，实力应该相当强，想必不能大意吧？怎么看都像跑龙套的啊，四个跑龙套，看来只能全力以赴了。好好加油吧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开始吧。门生不是普通的弱势，是初钻等级，跟他们发挥一场比试。来了，到此为止，打赢了。不用我打啊！什么烂东西啊！太令人失望了，太令人失望了。总算赢了吗？我们输了，一个黑画面，四个人就跪在地上了。对啊，忽然就赢了。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真不甘心。看来我们的修行不够啊，今后只能更加努力哦。多谢各位，多谢你们，这是一场很棒的训练。呵呵，我们才是。你们的表现可以说不愧，不愧对亚尔赛德流啊，大家辛苦了。呵呵，相当不错的比赛。门生我不在的期间也经过了不少训练。怎么了？我也想打。我也想打，你打什么？又不是你自己打，你都叫小赢打，有种你就自己打啊！有种你就自己来打。哎，米奇，哇哦，那是什么？银色的人偶。米奇，真是的，不就不能安分一点吗？可是光在旁边看很无聊嘛。劳拉也这么觉得吧？这个吗？不否认。怎么连劳拉都这么说？真是没办法。如果加入银币的话，实力差距就太大了吧？呵呵，既然如此，就该由我来当各位的对手。咦，代理师傅？哎呦，虽然年纪大了，好歹也是代理师傅，在老爷不在的时候看管道场。那个银色魁月自认没有不足之处。哦，这是毫无破绽的架势。亚尔塞丢了，我说代理师傅，看来这个同学不是空有其名的。原来如此，这样的话，我也加入。既然老爷亲自出马，我也参加吧。劳拉同学，劳拉大小姐，毕竟我过去一直惨败在爷手下，久违的让他看着我的进步，想必也会有一番趣味吧。呵呵呵，好啊，所以我们就是六个人欺负一个老头子嘛。不是，他不是老头子，他可是代理师傅。尽管发挥出在军官学校所得到的一切技巧，呵呵，越来越热血了。事情好像变得不得了，这个可不可以黑画面就算我们打赢了？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说黑画面然后我们就赢了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不要打了，我们都是沉得住的气的人，对不对？毕竟都不是能沉住，我很能沉住气，我们没有很想打。老实讲，我不想打，好不好？黑画面就赢了，等一下我们就黑画面，然后我就赢了。我也想，迪恩先生，我非常想与你的八叶一刀流交手。
是否愿意陪在下下场一战呢？金，我知道了，我接受挑战。那请你再挑一个人选吧，由我来迎战，包括你在内的四个人。比试结束后，这次委托就算达成了。那么，加上尤西斯，加上艾玛，其实我都没有很想选这三个人，我随便选一个小樱啊，选一个选了我的最佳伴侣，都应该比这三个好吧？我最佳伴侣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了，哎好想念他哦。好了，随便啦，艾玛哦，好了就艾玛了，拜托了，我知道了。尤西斯，我不要，我要补血啊！那我们开始吧，千万别因为对手是老先生就手下留情哦。我不会等你手下留情，因为光是这样对词就能感觉到气魄了。那我们需要比刚才那个场比试更全力以赴，我就不客气了。那我们开始吧，这一场才是真的。参ります。お手並みを拝見。行くぞ。一个走了。要这么认真吗？他要这么拼命吗？有需要拼命成这样吗？啊爷，爷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爷不要这么凶。呀，哎，先用这一招了。一个走，补了10%，战意再起好不好？